想，谢谢音控大哥，谢谢神奇小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。我们就等着救护车过去，希望他一切平安。对，我每次看到救护车的时候，就心里都说希望他一切平安，希望你们一切平安。然后快要挺过了这个疫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健健康康的，相约下次再见面。我是柯敏勋，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《陌生的瞳孔探险》。刚刚那 slogan 讲得很帅，但是我音不准，所以我必须要调一下。聊音也可以一边聊天，这就是歌手的特异功能。那你们没有跟我聊天，你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？推荐哦，现在这是仁爱路，对不对？仁爱路后面那个中南饭馆。我下礼拜应该就会再播一个新的自然之唱，敬请期待。这首歌《陌生的瞳孔探险》，一个